小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瓶五级趴私密性记忆草本慕斯。那我们女生的私密处正常酸碱值呢是在 pH 3.5到4.5之间，不过女生的私密处呢很容易因为月经的经血或者是性行为等等因素而容易产生酸碱值的改变，以造成细菌的温床，所以我们女生私密处的保养功夫更是不容易被忽略的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瓶慕斯趴，它是 pH 3.9弱酸性。那现在让我们来一起测试看看它的酸碱值吧。一般呢，我们家里使用的肥皂水都是碱性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来测试看看它的酸碱值吧。首先呢，先拿出一张我们的酸碱试纸，抽出一张，嘿，放入我们的肥皂水中。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肥皂水是呈现绿色的颜色，那所以代表我们的肥皂水确实是碱性的，没错哟。那刚刚实验完了肥皂水的酸碱值，现在让我们来测试看看我们慕斯趴的酸碱值吧。把它挤入杯中，一样拿出我们的酸碱试纸，来抽一张。把它放入我们的慕斯趴中，来看看我们的慕斯趴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慕斯趴呢是呈现橘黄色的颜色，所以我们这一瓶慕斯趴是 pH 3.9弱酸性，没错哦。今天呢，我们特别准备了苹果，因为苹果呢就像女生的私密处一样，容易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产生暗沉的变化。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苹果加上我们的慕斯趴会产生什么变化吧。首先，在我们的苹果上面加上我们的慕斯趴，接着呢，把它均匀的抹一抹，看看我们的苹果会发生什么事呢？哇！产生非常奇妙的变化哦，所以我们女生一定要勤劳保养我们的私密处哦。女生的私密处一定要天天保养，才不会造成细菌感染跟不舒服的情形发生哦。快来跟美女女孩一起试看看这一瓶慕斯趴私密性记忆草本慕斯，坚持无添加刺激性的成分，让你私密无负担哦。